么回事啊？干嘛躺在这里啊？哎呀，美女啊，嘿，醒醒啊！干嘛啦？怎么躺在这里啊？没事吧？哎，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是不是碰瓷的？哎，我还是多一次还不如少一次吧。万一等一下你们是碰瓷的话，我有石头洋房都不够赔呀。哎呀，我还是算了吧。哎呀，不对啊！哎呀，这几个美女长得这么漂亮，哎呀，身材又那么好，哎呀，是不是有什么突发疾病的？哎呀，我现在都40多岁了，你们有一个老婆，哎呀，要不我先把她救醒了，哎，等一下她以身相许我，哎，我不是有老婆了吗？对，就这样。哎呀，这几个都这么漂亮，身材又那么好，哎呀，我先救哪一个啊？哎呀，我也不能全部救啊！等一下全部救了，他们全部以身相许我，这也不行啊！哎呀，哎呀，这个啊，真的是像那个模特的身材，像那种明星一样。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要比较成熟一点那种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啊，这个比较丰满一点。哎呀，人家都说了，老婆要娶丰满一点，好生养。哎，就这么办，就。就丰满一点的吧，哎呀，先把这个移开先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就打了，哎，美女，醒醒啊，哎呀，哎呀，美女啊，哎呀，哎呀，你谁呀？你干嘛拉我啊？哎、我是路过的、啊，路过了、哎，我怎么会是在这里啊？哎、我还想问你啊，你怎么啦、啊？我头好晕呐、啊，头晕呐、啊，哎呀，你扶我一下，好好好，来。哎呀，慢点啊，慢点、啊！哎呀，哎呀，美女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怎么了？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啊？哎呀，去医院就不去了吧。我现在觉得那个心啊跳得特别厉害。啊，这样子啊？哎呀啊，那个头好晕呐、啊！头晕呐、啊？是啊，我想去那边休息一下。啊，那去吧。啊，你扶一下我。啊，好好好。哎呀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走吧啊！哎呀。上高了，这是！哎呀，上高上高，快点！哇，来，快，这，哎呀，这个车卖了也值钱呐、啊，是不是？走吧，快点！哎呀，美女啊，哎呀，你刚才这里怎么样？这里凉快了啊！头晕了，哎呀，头晕了！哎，这里就在这里吧。啊、那在这里吧啊！真的是啊，带一下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美女啊！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跟我讲讲啊！干嘛躺在那里啊？那里很危险的哦。哎呀，危险就危险吧。啊，没吃早餐就不知不觉睡下去了。啊，你怎么不吃早餐呢？是不是？哎呀，哎呀，不想吃就不吃呗，女孩子啊。啊。哎呀，大哥。啊。那你不带你女朋友出来啊？哎呀，我还没有女朋友呢。你人品这么好，居然还没有女朋友啊？哎呀，现在难得你少找个老，找个女朋友很难的、啊啊。既然你没有女朋友，啊、那我就讲话短说了、啊，我做你女朋友不好啊？哎、好啊，哎、你看上我了？那肯定啦、哎。我爸妈说了，啊、要嫁人呐、啊，哎，就嫁人品好的、哎。像你这种人品啊，我跟你说、啊，晚上打着灯笼啊都找不到。我一个陌生人躺在路上，你都肯救我？如果是其他人的话，肯定啊，投之夭夭啦。是啊，是啊，这个也是我应该的啊。那既然你不嫌弃我，那你是做什么的？哎呀，我就在我们镇上那里开那个手袋厂的，老板啦。哎、对呀、啊。哎呦，我嫁给你以后，我就是老板娘了啊。哎、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哎，不过现在我都是你女朋友了，你应该给点安全感给我啊。哦、安全感呢、啊？哎，这个我其实呢，我不是看上你的钱，而是说，你看我刚跟你认识，然后成为你女朋友了，你没有点安全感给我的话，我就觉得虚无缥缈，很不真实。啊、哦，这样子啊，哎、没事啊、哎，我刚刚好，刚刚收了一点货款回来，赚的也不多啊。哎、也就6万块钱，6万了、啊。对呀、啊，5万多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钱啊，我也不会乱花的，到时候我们结婚，我再拿出来。哎呀，没事啊，既然你现在也愿意做我女朋友了，男人挣钱就是给女人花的，哎，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啊。那以后你就是我男朋友了吗？对，是啊。哎呀，哎
呀，勤快的、啊。现在你不请你男你女朋友去街上，哎呀，吃个粉啊，喝个奶茶什么的吗？啊、女朋友肚子好饿啊，今天早餐都没吃。请请请请，快走啊！等一下去转转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走啊！哎，我这边来买个见面礼给你啊。啊，哎呀，哎呦，真大方啊你！哎呀，哎，走啊，走走走走走。哦，哎。肚子好痛啊！肚子痛了？是啊，那我送你去医院检查一下。去什么医院？真的是，我想去那边解决一下。医院等一下，如果再痛的话就去吧。现在我想去方便，你不要好看啊。我不是那种人哈。等两分钟我就出来了。那你去吧。越来越痛了。慢点啊，注意点啊。哎呀，这个美女这么漂亮，身材又那么好，刚刚说什么来了？说救了她就以身相许，我的梦想都成真了。哎呀，想想的，我的家都煮完的冒金烟了。哎呀，想想都开心了。哎呀，怎么睡着了？哎呀，亲爱的，哎呀，怎么那么久啊？都等了四个多小时了。哎呀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又晕倒了？不行，我要去看一下。哎呀，美女啊，亲爱的，亲爱的。哎呀，去哪里了？都不见人呢、啊！哎呦，不行，他这边又去车那里了。不行，我要去车那里找一下他。进来了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！哎呀，人呢？哎呀，我的车呢？怎么车也不见了？哎呀，大意了！怎么肯定是遇我的？哎呀，把我带武林山去，把我的车也拉走了。怎么那么狡猾的女人都有了？都抽女人的水，都骗人的鬼啊！以后还是不能轻易相信这些女人了、啊。哎，不行，我要报警，把你们绳之以法。我的几万块钱也不见了，车也不见了。哎呀，还有喂，还有110吗？还有我在这个富贵村下坡这里啊，被几个女的骗了我几万块钱了、啊。有监控啊，有监控就太好了。啊。那去到派出所录个控啊！啊，那我现在就去啊！我这么久还不是啊？都等了半天了吗？我这都没有，这老好多啊！那个大鳕鱼啊，发达了！好有钱啊！是啊，哎呀，大姐啊，你还叫我们去厂里面打螺丝？打螺丝一个月才多少钱呢、啊？我们三姐妹啊，是不是干一年也存不了这么多？是啊，还是这个办法行得通。是啊，我们才半个小时不到，都赚了6万块了。我妹呀、啊，虽然车，跟你说啊，虽然赚这个钱容易，但是，哎呀，不正规啊，干嘛做一单就不干了？世界上色狼那么多，总有几个啊会上当的，是不是？你不出逃啊，天天想着打工。哎呀，一不做二不休，要做就做一单大的，这是还要做啊？做啊！你不想买枪？哎呀，现在傻子那么多啊，骗子啊，明显不够用。在世界上总只多了三个骗子啊，女骗子，哎呀，做就做嘛。哎呀，反正这么容易，哇，我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那我们赶紧走啊，开车。是啊，我们去饭店，去饭店吃一顿好的，换个地点，晒干晒的。Go！来来来，上车，走啊，上来啊。哎呀，什么声音啊？什么声音？哦，好像是110声音啊。哎呀，好像是音乐声吧？啊，像110的声音。那你们的越来越紧了。哎呀，完了，上当！那不是，肯定是那个水鱼报警了，怎么办呢？发现了呀！哎呀，跑啊！